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啊，已经把五戒相经签要五事学习圆满了。那么今天呢，后面呢还有广化老法师啊，在这个千要补释啊集注，有摘录正法念处经五段经文，我们今天呢再把这个最后面的这个一段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把这个五戒相经这个表解这个大概呢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么在这个后面呢有一个总表就是五戒罪相我们上次呢也简单跟大家念一遍那么这一篇呢我们再跟大家重复的再念一遍。五戒罪相表解如此，上品不可毁根本罪，四众戒犯罪要件居足成犯，中品可毁根本罪，如饮酒一戒所摄，可毁方便罪，方便出发心到换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可毁等流罪，等流类似之意，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下品可毁方便罪，如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可毁等流罪，如杀畜生等。这个是把这个五戒犯罪的罪相这个总表解这个我们前面呢都学习过了。这个上品不可毁根本罪，那么这个是四众戒犯罪要件具足，就是每一条戒那么它有犯这个根本罪的这个要件都具足了，那么就成立犯了这一条不可毁根本罪。那么中品可毁根本罪这个地方呢同样是根本罪但是有可毁不可毁。这个四众戒如果犯了这个根本罪呢，那么就不可毁就是不可以忏悔，丧失戒体了。那么可毁根本罪呢，它是可以忏悔的。那么这个表解举出饮酒这一戒所摄那么饮酒这一戒所摄，摄就是跟这一条戒同样性质的属于遮戒的那么就是属于这一条了
因为饮酒这条戒呢，它是知戒。前面呢，这个四众戒呢，那个是性戒。所以性戒有不可毁根本罪，那么遮戒呢有可毁根本罪。这个都是讲根本啊，一个可毁不可毁啊。那么这个性戒呢是犯了根本罪是不可毁，遮戒犯了根本罪是可以忏悔。有这一点不同，可毁方便罪，这个方便呢，就是从出发心到犯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就是还没有犯到根本罪，那么前面有一个过程，从开始起心动念，那么要是犯这个戒，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种种的作为，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是可以忏悔啊，叫可毁方便罪。可毁等流罪啊，这个等流叫做类似的意思啊，就是跟这一类同等的啊，同一流类的，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这里举出杀生这一条戒啊，那么在五戒里面呢啊，它是以杀人这个犯不可毁根本罪。那么杀人之外呢啊，杀这个天龙鬼神啊，那么跟杀人呢，它是同等啊一个流类的。这个称为等流，但是这个等流呢是可以忏悔的，那么杀人呢，这个就不可毁了。下品可毁方便罪，如花心欲杀人而未杀，这个是下品，下品可以忏悔的方便罪。这里举出一个例子呢，比如要花心要杀一个人。但是呢实际上并没有去杀，但是呢有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头了，那么这个可以忏悔这个可以忏悔，这个叫下品的可毁方便罪。那么这个下品可毁方便罪呢跟中品可毁方便罪呢它的不同点就是下品可毁方便罪呢，它只有起心动念，还没有付诸具体行动，就是心里呢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念头要去杀人，但是实际上呢，在身口方面呢，他没有具体去做，那么这个就是犯了下品可毁方便罪。那么中品可毁方便罪呢？他是心里想要杀人那么他也具体在准备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杀死人的目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在进行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如果知道错了那么这个可以接受忏悔是属于中品可毁方便罪。这些过程种种作为所以这个下品可毁方便罪中品可毁方便罪那么它的区别呢就是一个只有起心动念还没有付诸行动一个呢是起心动念已经付诸行动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目的在这个当中就属于中品可毁方便罪。那么下品可毁等流罪如杀畜生等，这个等流呢就是等同杀人等同杀人
因为杀生啊，每一个众生呢，虽然这个形象啊、身体不一样啊，但是呢，它都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这个五戒呢，啊，它这个名词呢，就是叫不杀生。那么你犯了这个戒，就是杀生。啊，你去杀生，就是犯了这个戒。啊，那么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凡是有生命的，啊，都不可以故意去杀害。那么杀害畜生啊，在我们世间法来讲啊，大家觉得是很正常的，没有罪过的啊，世间的法律呢也不会给你判罪的，不会给你处罚的。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啊，这个是有罪的啊，特别你受了戒了，又加了一个犯戒的罪啊，你没有受戒呢，杀生啊，从杀人到杀这个畜生，那么这个都是有罪的啊，所以这个叫性罪啊，它本身性质就是有罪过的。那么杀畜生是下品可悔等流罪啊，属于下品啊，但是可以接受忏悔的啊，你犯了这个杀害畜生了，那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啊，但是呢要忏悔啊，如果不忏悔呢，这个不改过啊，那么这个罪呢越累积就越重啊，那么 累积到很严重啊，那么前面经文我们都学习过了啊，就堕常在三途啊，啊常常堕落在三途。那么以上呢啊，是我们再把上一次这个五戒罪相啊的表解啊，简单跟大家啊复习到这里啊。下面呢，我们接着啊，就要看这个集注啊，集注最后一段了啊。它是摘录呢这个《正法念处经》里面。这个苦欲有十六段啊，截录了五段啊，我们把这个经文啊念下去。一，无彼岸处清净二有，或自欲心，自饮酒醉，共母行淫，共父行淫，行以心房，如是痴人，或复更要多做，自作教他，以此因缘使堕此狱，受乐言铁钩钩彼下阴，或以棘刺针刺彼下阴，或以乐钉从其而出，或钉耳鼻，或以乐钩刺口令满，苦咽满口，受大苦恼啊。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啊，这是集注里面呢给我们提出啊，复有因杀盗淫妄入无间地狱之十六由真地狱者啊，如正法念处经卷十三云，苦役有十六段啊。那么这个是在十六段里面呢截录了五段的第一段，这个第一段呢叫无彼岸处。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行邪淫啊，又喝酒啊，亲近这个恶友啊，这个恶友呢就是不好的朋友啊，那么专门呢、啊、教人家造十恶业的啊，这个是恶友。那么造了这个业呢，死了之后啊，就堕到这个地狱。堕到这个地狱呢啊，这个是苦咽满口啊，这个咽就是火焰
佛院呢就充满了口里啊，在口中啊充满了佛院，受了呢这个大苦恼啊，这是第一个啊，因为邪淫啊，那么还有喝酒啊，酒醉啊之后啊邪淫，亲近恶友啊，或者呢自己呢有这个欲心啊，那么造了这个业啊，堕到这样的一个地狱。二也干火处回指圣人四果罗汉毁谤戒律非法说法使堕此狱，受热铁也干以炎热利牙使彼罪人一切身份别别割食，腹背玉足辟口割舌热焰铁离更比长舌长久烧足如是二舌受种种苦以毁圣人故受一劫苦。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摘录了这个十六个油真地狱呢，这个是叫野干火处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啊，主要是造口业的。那么这个口业呢是毁谤圣人啊，这个毁指就是诋毁啊，这个毁谤圣人啊。那么这个圣人呢啊，包括世间圣人啊，所以这里讲毁指圣人四果罗汉啊，那么毁谤到阿罗汉去了啊，这个出世间的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啊，就像我们中国啊，孔子、孟子啊、老庄啊，这些是世间圣人啊。罗汉呢，他是出世间圣人啊。那么他去毁谤啊。那么现在呢，造这个业的人呢 啊，我们看的太多了。在现前这个时代呢，毁指圣人啊，这个口业呢非常多，非常普遍。毁谤戒律，啊，那么这个圣人制定的这个戒律呢，他毁谤。啊，照这个口业。那比如说这个佛门啊，制定不杀生啊，那么他听到了，他不能接受啊，那不能接受呢，他还毁谤啊，认为呢啊这个是迷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啊，那么说佛法迷信呢，他就毁谤佛法了。他讲的这个话呢，似乎我们感觉好像这个好像没什么嘛，但是呢啊，如果你从一个影响面去看啊，那个果报就非常严重了。为什么呢？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那么佛经讲的这些事实真相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在指点我们凡夫啊的迷津啊，我们凡夫呢迷惑颠倒啊，对六道轮回啊、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这桩事情呢不了解啊，因为不了解啊，所以常常做错事啊，那么你不了解做错了，因果还是要自己去承担去承受的啊，不是说你不了解做错了那就没事了，事实不是这样啊，你不知道你造了这个业你还是要去受那个
痛苦的果报。那么佛大慈大悲呢，出现在世间呢，就是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教导我们趋吉避凶啊，不要堕到三恶道啊。那么在人天善道呢，能够修善事断恶业，将来呢才会得到快乐的果报啊。把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事实给我们说明啊，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教我们断恶修善，就是教我们趋吉避凶啊。佛法在世间啊，主要是帮助我们这个事情。那佛出现在世间呢，就是大慈大悲了啊，来指点我们。那么你现在说他是迷信，那你第一个是影响自己，那自己不相信啊，那你毁谤佛法啊，说他是迷信啊，或者造更重的口业。那么这样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啊，你影响自己呢，也会影响别人，你周边的人，啊，你的家庭、你的家人会受影响，啊，在社会上呢，会影响你的朋友，啊，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说这个话呢，那他的影响是全国的，啊，就误导人民了。那你说这个业多可怕呢？啊，那如果你再影响到全世界的人，啊，那个业就更重了。啊，因为很多人他也不知道，啊，受到你的影响，他也开始来毁谤圣人，毁谤圣贤。啊，这个恶性循环下去啊。那么讲这个话呢，在现在感觉好像没什么啊，但是呢一旦那个果报现前了，就后悔来不及了。那么这个果报现前啊，现在在人间呢 啊享受这个福报啊，就是过去生呢修的善业啊，这生享受这个福报，福报还没有享尽呢啊，他还没有感觉啊，但是呢福报呢慢慢享尽的时候呢，这个恶业的果报花报啊就会不断出现了。所以人到晚年啊，如果一生造作这个恶业，那福报一直消减，一直损耗掉啊，那么慢慢呢就感受这个花报了。如果我们读了佛经啊，在观察现前这些世间人啊，造了这个业啊，你冷静去观察啊，那么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造这个业呢，堕地狱呢，这个没有什么特权的啊，没有说你做皇帝啦。在地藏经讲啊，你不要说做人间的皇帝啦，啊，你就是做天上那个天王啊，你只要造了这个业，照样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地藏经啊，啊，我们有很多同修念过，啊，不管你贫富贵贱，啊，你只要造这个业，果报都一样的，啊，这个没有特权的。啊，你在人间啊这个享福的时候啊，作威作福啊，那个业报现前啊，堕到无间地狱去受这个苦啊。那么毁谤戒律啊，这个果报很严重的啊。那佛说不
不杀生啊，那现代人说你这个是迷信，你就这样就毁谤戒律了啊，他将来就要堕到这个地狱了啊，这个问题呢非常严重啊。下面讲非法说法啊，非法说法是什么呢？不对的他说是对的啊，那个恶的他说是善的啊，那个善的他说那个是恶的啊，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以曲为直，以直为曲啊，那个曲就是弯弯曲曲那个不对的，他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直的啊，那个直的正直的那个对的，他说这个不对的啊，那个黑板呢他说是白的啊，那个白的他说那个是黑的啊，那一只明明是鹿，他说那个不是鹿，那个是马啊，把那个错误的不正确的非法，他说这个是正法啊，非法说法啊。那么这个非法说法呢就是反对圣贤的教育了，反对圣贤的教育就是非法说法，他那个是非法，他说他是正法，把那个圣贤的教育呢说是非法。那么在阳世间造这个业造得很痛快，在作威作福的时候呢很痛快，但是呢死堕此狱啊，死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啊，死了之后堕到这个地狱。这个现代人都不相信说人死了以后有轮回啊。我们可以仔细去看啊，你到那个医院去看啊，看那个临终的人他那个样子。你可以仔细去观察啊，一般在医院里面这个人如果快往生了啊，这个前两三天这个黑白无常就会出现了啊，就会来了啊。那平常呢他不相信，到这个时候呢他见到了啊，见到了后悔来不及了啊。这个是死堕此狱啊，受热铁也干以炎热利牙死彼罪人啊，一切身份别别割死。这个我们金山寺有一个地宫啊，我们同学如果有空可以来参观一下啊，这个有电动的啊，比较生动一点。那么现在呢这个地狱变相图如果再做成这些动画的那么也会更生动一点。经典上讲的这些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劝我们呢不要去造那个业，你就不会堕这样的地狱那么这里这个是造口业被狱主呢劈开这个嘴巴那么把他那个舌头呢割下来热炎就是那个热火呢铁犁犁就是那个舌头拉出来了，好像那个牛在犁田像去犁耕田那样用热火烧用铁犁去耕彼长舌，长久烧煮如是饿死那么长久呢烧煮这个饿死就是造恶业这个口舌受种种苦，以毁圣人故受一劫苦。因为呢他造了毁谤圣人这个缘故，所以他在这个地狱呢
受罪的时间要一劫啊，要一劫。三啊，铁也干石处，二心烧事，烧佛像，烧经书，烧事物三宝物，生人之衣被财物用具等等，制作教他，见闻随喜，使堕此狱。受身时游行量，被火烧燃，或烧或打，比罪人手身高五游行，炎蛮普烧，悲啼豪患，张口叫时，火满口中，内外普烧，若走一处，比有火山火河，更增苦恼。那么这个地狱是铁也干石处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叫铁也干石处。那造什么业堕这个地狱呢？啊，是恶心烧事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呐、啊，那么就很明显啊，它是恶意的。故意的啊，恶意啊，以嗔恨心啊，破坏的心呢，烧这个寺院啊，那么烧佛像啊，这个都是恶心的啊，烧经书啊，烧事物三宝物啊，以及烧僧人的衣被财物用具等等。啊，那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有历史以来啊，这个有一些朝代呢，都在干这个事情的，啊，就是用恶心来烧毁寺院，啊，烧佛像、烧经书的，啊，那个是心呐、啊、很不好。那么佛像经书啊，我们一般就是破旧了，不能修补了，不能供了啊，那个才去烧的啊。那烧了这个灰啊，要妥善处理，不能乱丢啊，要用干净的面粉袋啊，把那个灰装起来啊，洗一个干净的石头啊，拿到这个大江大河啊，或者大海啊，把它沉到水底，啊，这个是佛经佛像啊，不能供了，不能修补，啊，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么此地这里讲呢，他是恶心的，他是恶意的，啊，他认为佛教这个是迷信，啊，他就来破坏啊，来烧寺院，烧佛像。啊，那么经书他也烧了。啊，那么这个现在大陆上这个事情啊，过去文革的时候呢，最明显的。现在呢啊，还有很多人啊，啊，在其他地区也有啊，这个我们这个佛经啊，圣贤书啊，他认为是迷信啊，特别这个做官的啊，这个做官的人啊，说这个是迷信啊，他不但不护持啊，他还诽谤啊，带头啊烧这个佛经佛像啊，这个就恶心。那么造这个业呢，自作教他啊，自己做这个业啊，还教别人干这个事情啊。那么看到别人啊，这个烧寺、烧佛像、烧经书、烧事物、烧三宝物、烧僧人的用具
啊，他看到非常欢喜，啊，他见闻随喜。那么造了这个业呢，始堕此狱啊。受身实有形量，被火烧燃。啊，这个身体呢有实有形这么大。啊，或烧或打啊，那么或者被烧或者被打。啊，比罪人手身高五有形。啊，这个罪人呢手一伸伸起来了高有五有形。啊，有那么高。炎蛮普烧啊，这个蛮就是头发啊，他这个火焰呢、啊、把整个头发都烧了。那么这个人被这个烧，他就悲啼嚎唤啊，悲啼就很自然，他就嚎唤啊，唤就是大叫啊，这张口叫时啊，他张开口叫时，口一张开呢，这个火就充满整个口中了啊。那么外面的烧，里面的烧，内外普烧。若走异处啊，如果走到其他地方啊，那比有火山火河更增苦恼啊。那么那个地方啊，有火山有火河啊，那么就更增加苦恼。啊，这个一烧啊就想跑啊，但是呢跑到哪里呢都有火山，不然就是火河啊，都更增加那个痛苦，增加那个苦恼啊，这是第三种啊。第四呢，生阳受苦恼处，有谈月正心好心，施与出家僧人为菜变故，种种供养，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菜。而有恶人内心不善，披袈裟服，贪人财物，使彼供养病人财物，用以不烦不忏，心无悔意。如是贼人假名出家，自作教他，见闻随喜，始堕此狱。有一游行料，热沸铁树，金刚热石，火速极高。罪人生持四百四变，正长苦恼。头下足上，为树炎佛之所烧煮。那么这一段啊，是生阳受苦恼处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叫生阳受苦恼处。那么造什么业因堕到这个地狱呢？啊，有谈月正信好心，施与出家僧人为菜病故，种种供养。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财。那么这个是谭月啊，就是施主啊，跟在家居士啊，他有正信啊，他是正信佛教徒啊，他好心啊，他心好。那么他好心呢，布施给这个出家的僧人。啊，那么布施给出家僧人为菜病故啊，就是出家僧人呢、啊、如果有生病啊，那么他就用种种供养啊，供养这些出家僧人啊，给他们疗病的啊，治疗病的啊，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财啊。那么这些财物呢，就是随任何一个病人啊，就是这些出家僧人呢、啊，啊，要让他们呢、啊、这个疾病呢、啊、可以得到痊愈啊，
就是给他们治病的，啊，给他们治病用的，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讲啊，这个生前医疗基金呐、啊，现在的名称呢、啊，就是生前医疗基金啊，等于是给出家人呐、啊、治病的啊，这些财物，这个有好心的居士啊来供养，啊，但是呢，而有恶人内心不善，这个恶人就是他不是好人。他心里呢不善，那不善呢，他也想贪这个财物，那他要贪这个财物怎么办呢？他也来出家，他也来剃头，也披这个袈裟服，这个他的出家披了袈裟呢，他不是要修行的。他主要呢贪人财物，他看到哇，出家人这么好啊，有人供养，自己都不用去赚钱，他就出家了，那出家他的动机呢，他不是要修行的，他是为了贪人家的财物这个目的而出家的，他也披上袈裟了。那么这样啊，十比供养病人财物，这个供养这个病身的财物呢，他也来享用了，那么用以不还不忏，用了之后呢，他又不还人家，那个不是该他用的，他给人家用了，他也不还，不还还没有关系呢，他也不知道要忏悔，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错的，心无悔意，这个心里啊没有忏悔的意思，没有这个意念。如是贼人假名出家，那么如是贼人就是这个就像盗贼一样了，不是真正出家要修行弘法利身，而是贪人家财物这样出家的。觉得佛门这个行业这个钱蛮好赚的。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出家的。过去呢，我还听说呢，现在还有这个职业出家人。听说在上海这个试验听说还有职业出家人。虽然就是早上这个穿出家人僧服来上班下班的时候就换在家人衣服了那么像这个职业出家人就属于这一类的现在吃的好像蛮痛快的死了以后就知道了就不痛快了而是假名出家自作教他见闻随己那么自己这样做还教别人他还教别人那看到别人也这么做他看到就随喜见闻随己看到听到了他随喜他不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他还随喜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过那么死了之后呢死堕此狱有一游寻量乐会铁树金刚热石火速极高那么这个地狱里面呢有一游行量的热沸铁树还有金刚热石这个火速极高这个铁树都有火的非常高有一游行这个一游行呢以我们中国这个里来算四十法里这个是相当之高了那么这个罪人生到这个地狱呢往生到这个地狱呢生此四百世变增长苦恼那么生到这个地狱呢
他全身都是病。为什么呢？人家供养这个真正修行人使用的治病的这个财物啊，他去贪这个财物啊，他也来出家，他去拿这个钱自己去享受，那他就得这个果报啊，所以就正长苦恼，头下足上为树炎火之所烧煮啊，这个头在下面啊，那脚呢在上面，就是被这个树的炎火 啊来烧来煮，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怎么在人间呢啊得到这么一点点小便宜啊，死了之后落到这样的地狱。啊，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这是第四种地狱。下面呢，第五段啊，十一言处啊，怨处啊，有人恶心于佛像、佛塔、佛殿、声势、房舍，毁坏住处，毁坏佛像，灭佛菩萨之画像。或有不信于佛，自言信佛，为求过失而听于法，闻理回止，要行多作，以是二业因缘始入此狱，受千倍言恶毒舌所念，复为火烧。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叫十一怨处。啊，十一怨处，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就是有人恶心啊，这个恶心呢，它就是不是善行的啊，就是要来破坏佛教的啊，那么他恶心呢、啊，对于佛像。佛塔、佛殿、声势、房舍，毁坏住处，毁坏佛像，灭佛菩萨之法相。这个跟前面一段呢、也类似、但是有一些差别、但是总是都是由于恶心、主要他是恶意的，他故意的。用贪嗔痴啊这个心啊来对于佛像、佛塔、佛殿啊声势、房舍呢去进行啊破坏啊，破坏这个僧人他的住处啊，那么破坏这个佛像啊，佛像呢就是像雕塑的啊雕刻的。那么灭佛菩萨之画像啊，那么毁灭佛菩萨的画像，这个罪业呢啊也非常之重啊，非常重啊，这个果报呢都很快会现前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讲得非常清楚啊，如果。你看到现前这个花报啊，你看到现在在人间呢，他造这个业啊，他的一些遭遇就很不好了。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呢，他死了之后呢，那肯定是堕到这个地狱。啊，所以这个果报呢是很快的啊，很快就现前的啊。现在大家都不相信啊，这个。不相信呢，他果报还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因为你相信他就有，不相信他就没有啊。那如果是这样呢，那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不都没事了吗？啊，事实的并不是这样啊。你相信他有，你不相信他还是有，这个才是事实真相。
啊，我记得几年前啊，这个阿富汗啊，有一尊大佛，啊，一尊大佛像，啊，那么阿富汗这个塔利班政权呐，就用炸药呢，把那尊佛像给炸了，啊，那个时候联合国呢劝他不要炸，他就偏偏把它炸掉。这个他们这个做法是大不孝啊！啊，那个佛像啊，是他们祖宗啊，这个几千年前留下来的，啊，是他们自己的祖宗留下来啊，这个大不孝啊，把那个佛像炸掉，啊，炸掉了没半年呢，好，事情来了，啊，我跟他看了，大概半年。他就被美国啊用飞弹去炸了，啊，炸的塔利班政权现在也垮台了，没有了，啊，这个是花报啊，但是果报呢就在这个地狱，啊，这个就是恶心啊，对佛像、佛塔、佛殿，他进行破坏，啊，那么在我们大陆上啊，文革是比那个塔利班那个更厉害了。全面性的破坏，啊，那么连这个出家人啊都要被抓去打的，啊，连虚云老和尚都免不了啊，被红卫兵啊打得半死，啊，还有那个明山老和尚啊也是被抓去打，啊，打得都弯腰驼背了，啊，还好没被打死。啊，这个罪过非常重啊，会堕到这个地狱的。啊，或者呢，灭这个活菩萨的画像啊，那个画的，啊，他说是恶意的去破坏。啊，死了之后啊，就堕到这个十一愿处啊。下面这一段呢，是也是堕到这个地狱啊，但是照着这个业因呢。啊，跟这个是属于等流的，同等的啊。或有不信于佛，自言信佛，为求过失而听于法，闻理回止，要行多作，以是二业因缘啊，死入此狱。啊，受千倍严厄毒蛇所念，复为火烧。啊，那么上面一段啊，恶心破坏佛像佛塔，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是另外一种业啊，就是他自己不信佛啊，那么他说他也信佛啊，他也来听经闻法，他为什么来听经闻法呢？为求过失而听于法，过失就是找你的麻烦了啊，他来听法呢，他听到一些啊，然后呢来找你麻烦啊，来给你问难，来给你回指啊，就是诽谤啊。有一些人呢，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啊。前天上海两个居士来看我啊，因为上一次他们也来了几次参加法会啊，送了他一些佛书啊，他回去呢给他们一些学校啦啊，有一些教授啦啊，高级知识分子啦啊，领导啦啊，跟他们接触。啊，那么他说呢，他反而被他们教育了一顿啊，说怎么教育？哦，他们说他们也跟他讲经说法。我说讲什么经啊？他说跟他讲楞严经啊。我说真的啊，这么好啊，他跟你讲楞严经啊。啊，那么这些人呢啊，就跟他讲。啊，他说他也去佛学院，也去学佛，也去听经啊。啊，他说呢，被这些人呢讲的呢，他都不晓得该怎么去回答他们啊。啊，那么像这些人呢？啊，现在有他也来，他根本他就不相信佛的，
啊，他表面上跟你讲，哎呀，我也是信佛的啦，哎呀，这个怎么样？其实你要注意看啊，哎，注意看他这个讲话啊，还有他那个表情啊，他前面跟你讲一套啊，后面呢，下面他就是一套。啊，其实他根本就不相信啊。那么他为什么来接触呢？他要来这里找你的麻烦了啊，找你的过失。他来找你的过失啊，你看这里讲啊，他是为求过失而听于法啊，他就是专门来找你们麻烦的啊，找你的过失的哦。他来拿这个戒来看，哇，你这一条没做到，那一条没做到哦，他一天到晚就找你的过失，他是为这样来听佛法的啊。那么听闻之后，他就开始毁谤了，他就开始毁谤，他就造这个业了。啊，要行多做，啊，他很喜欢干这个事情，啊，所以前天那两个居士来啊，他给我讲了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狱啊，大概是属于这一种的，啊，将来会堕到这个十一愿处啊，他自己不知道，啊，他自己现在还蛮得意的啊，啊，我说讲楞严经。我说你去问他几个问题嘛，看他怎么跟你讲。啊，那如果遇到我，我就会向他请教了，请你讲一段给我听听。现在呢，真有这些人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呢，造这个业后果多么严重啊，所以以是恶业因缘啊。死入此意，受千倍严恶毒蛇所虐，复为火烧。这个太恐怖了啊！但是人呢，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不见棺材不流泪啊。啊，他现在讲什么都不怕，骗人的。真的是骗人的啊，到时候呢比谁都怕啊。你身体好好的时候呢，你说你什么都不怕啊，啊，不要说堕到地狱了啊，一生病一送进医院，他就开始怕在等了。你相信不相信啊？送到医院去，哪一个说他不怕死？不怕死你还要去医院干什么？你就让他死就好了，你去医院干什么？啊，那个都是讲大话了啊，讲大话的啊，啊，那个不准啊。那你到医院呢，你就吓个半死了啊。那到临命终的时候，那就更厉害了啊。这个都是事实真相啊。好，今天。哦，这个五戒相经千要集注呢，啊，我们到这里算是全部圆满了啊。那么我们同学呢，在这个学习呀，啊，希望我们多多的复习啊。这个书如果需要呢，啊，可以提出申请啊，我们会寄给大家。那么大家要受戒啊，最好这个五戒相经啊，要学习的。很明白啊，对于开车吃饭呢，这些戒相啊要很清楚啊，那么这样来受戒呢，我们才能够持戒。那么后续呢，后面还有一些附录啊，我们有这个时间呢啊，也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这个也有帮助我们这个了解这个五戒相。受戒持戒的啊，这些相关的啊资料啊，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五戒相经千要啊到此圆满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